我刚刚已经说服我哥了，他不会再来打扰我了，所以，我明天就可以搬走了。刚才谢谢你了，你表演的挺好的。我有不表演的自由吗？你以后就不用陪我演了，我刚刚已经说服我哥了，他不会再来打扰我了，所以，我明天就可以搬走了。这段时间谢谢你了，其实你这个人吧，也没看起来那么冷血。在我无路可去的时候，你收留了我。我被城管抓了，你也来捞我。我住院了，你也来照顾我。所以啊，我一定会走得干净利落，绝对不会给你添一丝麻烦的。最好把你的痕迹都清空。好的，我一定会打扫得一尘不染。